预选语录：清世宗皇帝预选，御制总序，如来正法演藏，教外别传，实有透三观之理，是真语者，是实语者，不妄语者，不狂语者，有志于道之人，则须勤参历究，由一而三，步步皆有着落，非可蛮憨含糊，自欺欺人。朕既声明此事，不习话惰，逐一指明，夫学人初登解脱之门，乍视夜戏之苦，觉山河大地，十方虚空，并皆消陨，不畏从上虎追，舌头之所蛮，识得现在七尺之躯，不过的水火风，自然彻底清净，不挂一丝，是则名为初步破参。前后计断者，破本参后，乃知山者山，河者河，大地者大地，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，的水火风者的水火风，乃至无名者无名，烦恼者烦恼，色身相位触法者色身相位触法，尽是本分，皆是菩提，无一物非我身，无一物是我已，尽智融通，色空无碍，豁大自在，常住不动，是则名为透众观，名为大死大活者。透众观后，家舍即在途中，途中不离家舍，明头也合，暗头也合，寂即是照，照即是寂，行思住思，体思用思，空思有思，古思今思，无生故长生，无灭故不灭，如思心心行旅，无明执着，自然消落，方能踏末后一关。虽云透三观，而实无透者，不过如来如是，我亦如是，从资方修无修，正无正，妙觉普明，远照法界，亦为无量，无量为一，大中现小，小中现大，作为成理转大法轮，于一毫端现宝王沙，救拔众生，利用无尽，佛佛祖祖皆为此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。达摩西来，历代受受，古德传灯，无尽光中，大愿尽礼，日往月来，以至于今，虽然广大法门，甚凡并托，华严香海，戏剧同归，的古的髓者不多，如麻如素者何限，去甚遥远，魔外一凡，不达佛心，望参祖席，金山云峰，慧日云壁，曰其峨谬，亦有三端。其上者，才见根尘互影，法界相生，
意识纷飞，无非幻妄，顿生欢喜，为是真常。修去歇去，以空为空，不知性海无边，化成无住，果能见性。当下无心，心即见空，即未见性。于是形同槁木，心等死灰，万有道前，一空不敌，纵能力王作托，人是夜时惊魂，况乃不执断见，必至变作狂华，为因果之皆空，自猖狂而不返，岂非遗忘在心，恒杀生灭，能不造生死业，断菩提根。又其下者，见得各招招灵灵，便为是无畏真人，面门出入，扬眉顺目，竖指擎拳，坐时神之活计，张日下之孤灯，宝于目为明珠，密沾痰于粪土，擎者铁丸，口称玉液，道的蜡尽积除时，方知依旧，是各茫茫无惧。又其下者，从经教语录中挂去葛藤，从诸方举扬处，时人涕唾，发狂乱之之见，异于自心，立幻化之色身，作为实法，象征如镜上，鼓动心机，于无脱法中，自身系缚，模形难掩，顿归原相之中，解路莫通，躲向藤条之下，形成机智，时浪奔摧，满己满人，欺心欺佛，权势为名为利。